嘿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HitPod。 使用过 iPhone 拍摄的朋友呢，肯定知道 iPhone 拍摄的 Hack 格式的照片经常呢是没办法打开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进行转档，所以这个影片呢教大家三个办法进行照片的转档，包括线上影片转档、专业的转档软体和在 iPhone 上面修改拍照设定转档。需要的软体链接我已经留在影片的下方，大家去点击链接下载安装就行。另外呢，大家也不要忘了给我们点赞订阅支持我们。好的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开始。首先方法一，还是用我们的 HitPod 照片转档软体。我们下载安装这个软体，点击打开软体，在工具箱功能呢能找到图片格式转档，然后导入我们要转档的 Hack 图片。最后我们可以选择很多种转换格式，选好以后呢点击开始转换就行，过程非常的简单。方法二呢，我们使用一些线上图片转档网站，我们可以搜索到很多啊这种转档网站，只需要导入我们的照片，一般就可以直接转档。区别在于呢，线上网站的转档一般可以转换的格式比较少，需要更多专业的功能呢，大家还是使用软体比较好。方法三，我来教 iPhone 的用户呢，直接修改设定，将拍下来的照片从 Hack 转成 JPEG 文档。我们打开设定，找到相机，将照片的高效率改为最相容。以后拍的照片就会变成 JPEG 的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好的，以上都是 Hack 图片转 JPEG 图片格式的办法，觉得有帮助的朋友记得给我们点赞订阅支持我们。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吧，拜拜。